美国队长基斯伊云斯误传露鸟照，急删后仍遭网民截图疯传。现年39岁的美国队长基斯伊云斯今年5月加入社交平台 Instagram 行列，短短4个月成功吸引近500万网友追踪。然而他昨日误传一张男生生殖器的照片，虽然他很快发现并随即删除，但仍被不少网民快速截图。据外媒报道，基斯伊云斯与家人玩 Heads Up 游戏，他分享了一张手机画面截图，合共有6张图片和5支影片的缩图，其中一张黑白效果照片引起网络热话。皆因以形状和构图来看，主角是拿起手机往下半身自拍，因此脚和生殖器皆清楚见到。这张照片曝光后，在短短瞬间就有上百万人看过，基斯伊云斯也在发现后马上将图片删除。除此之外，截图中还一张基斯伊云斯在图片下方写着这个留言，因为用词比较不雅及带有情色意味，网友对此也掀起了一阵热烈讨论。另外，变形合衣麦克雷法路亦留言嘲笑基斯，兄弟，特朗普在任期间，你可能无法做任何让自己尴尬的事情，看到一线希望。至于基斯本人至今仍未发表任何声明。